Hello YouTube， 我是黎 Sir。 好，我們這條片是講中二的第三課 Example 3.22， 可以幫到大家做 Exercise 3.3 的一至六題的，是 Level 1的題目啦。大家留意這條題目呢，其實我們的樣子是需要關注的，就是它有兩項啦。我們通常第一件事問自己，就是一抽 Common Factor 有沒有呢？沒有，是吧？二，看看有沒有 Grouping Terms， 兩項不用 Grouping Terms。 第三，看看用不用到 Identity。咁而家佢咧呢度咧係好似一個 identity， 就係好似一個咧我哋見開嘅 a square 減 b square， 但係咧呢個係三次方，就唔係 square 喎。咁變咗我哋就唔會用呢條公式啦。咁所以咧我哋就會用翻咧我哋之前，如果你即係有上堂咧留心嘅話咧，就會發現咧其實之前咧我哋有學過一個 identity， 就係呢個呢個。就是新學的，這一課才學的，就是 A 的三次方加 B 的三次方恆等於一個長括細括號和長括號。那細括號是什麼呢？這個加這個就是加，那就是 A 加 B 啦， OK。 然後這個是加，這個就是減啦，就是 A 二次減 AB 再加 B 的二次，這個一定是加的， OK。 那另一條式就是 A 三次減 B 三次恆等於又啦，短一長啦，呢個減呢個就係減，所以 A 減 B， 然後呢個減呢個係加嘅，咁所以就 A 二次加 AB 加 B 二次啦，呢個一定係加嘅。好啦，留意到一樣嘢啦，就係咧，我哋當我哋記呢條式嘅時候咧，關鍵位咧唔好撈亂，呢度咧係冇二嘅，係一嚟嘅 ，OK 一嚟嘅。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用呢條公式啦，因為對翻呢個位其實就似呢條式啦，啱啱似呢條式啦，咁我哋就可以咧做到啦。咁啊 ，x 三次先啦，減二一六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又係啦，用出 identity 咧要寫翻個括弧，括弧揾翻 A 同 B 嘅。咁而家呢個一定係 x 就好易理解啦。咁但係問題係呢個點填咧？好啦，我哋借助部計數機，我哋要諗一嚿數嘅二一六要變做一嚿數嘅三次方，我哋可以用一個反轉的形式，就是用翻 cut wood 嘅方法。呢、這個 cut wood 嘅方法就係、是、你冇理由，你冇理由九嘅三次又試一次，八嘅三次又試一次，咁又排試啊嘛。所以你可以二一撳 shift 呢個 x 三次個掣，然後二一六睇下係幾多，係六喎。咁即係話咧，換句話說，六嘅三次方咧就會係二一六噶啦。OK， 咁所以呢個直接填六啦。咁啊得出 a 咧就係 x，a 就係 x。B 就是六，咁所以你照代公式咧，照代翻嚟就 A 減 B 啦，即系 x 減啊 x 減六啦，然後就係、是、啊 A 二次嗱呢、啊這個都係括弧括弧喎，加減就係加啦，然後就括弧括弧，跟住再加啦括弧嘅二次啦，咁照填啦 A。x 啦 ，x 啦 ，b 系六啦，少啲先，咪搞到好似 b 咁，六，吓呢个系六，六啦，咁要化简个前面冇嘢做到啦，系咪？后边可以化简嘅，所以咧就变成 x 二次六 x 再加三十六啦。咁呢个咧就冇得做落去，因为呢个咧大家都见到三项啦，可能你会谂我会唔会用 common 抽 common factor 啊？抽唔到嘅。會唔會用 grouping terms 咧？都唔得喎。會唔會用 identity 咧？嗱，呢個 identity 前後都好似喎，因為兩個都二次嘛，但係中間係做唔到二 A B 嘅，係咪？因為呢個係冇二啊嘛，頭先講冇二啊嘛，就做唔到 identity 唔得嘅。咁即係話咧，其實呢個步咧應該差唔多完噶啦。但係其實阿 Sir， 我諗緊會唔會用到 cross method 啦，即係會唔會用到呢一個嚟做到咧？咁嗱，如果你 x x， 咁呢個係正啊嘛，中間係正，咁所以呢個應該係正噶啦。正乜咧？可以有幾好多選擇，但係你發覺好多選擇都做唔到嘅。我是但揀兩個啦，譬如我當六六三十六啦。咁你發覺咧呢度咧係做到六 x 就做唔到個答案，呢個十二 x 啊嘛，係嘛？就唔啱嘅，就唔啱嘅。咁你發覺試好多個都唔會得㗎，咁你就知道咧係唔可能做到嘅。咁所以 factorize 唔到嘅，雖然好似一個可以 factorize 到結果，但係唔得嘅。所以答案就係呢一個啦。得唔得？咁啊，記住啦，幾個重點啦。第一個重點就係咧，要括弧括弧嘅，括弧三次，括弧三次。第二個重點就係呢度都要括弧括弧括弧咁樣寫嘅，同埋
負就跟正嘅呢度，呢度落嚟就係負啦，得唔得 ？OK， 得唔得？呢度落嚟係負，呢度負負就會變正啦。呢個負就會跟住正啦。OK， 得唔得？咁你要小心啲，同埋冇二喺前面啦。OK， 咁啊，短篇去到呢度啦。